我是苏国仪，意大利人，今年已经73岁了。16岁时我到中国后，一直从事教育学研究工作。2010年，我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，在浙江省衢州数字工业学校投资100万欧元，帮助建立汽修专业。可能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个白领啊，但我觉得做个灰领或蓝领也很好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地方，只要让他们发挥出特长，他们都是被社会所需要的。我们给他们上了系统的职业教育课，让他们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特长和学习的方式。如果是喜欢动手的实践，我们会建议他们去学汽修。如果是喜欢逻辑思维，我们推荐他们去学电气。他们非常有目标。十年的发展，我们已经在张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遵义合作项目所推动的职业技术教育，不但可以回应教学发展的需求，还能在教育革新的过程中保持领先水平，应对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。9月6日，我们和学校签订了下个五年合作计划，重点进行教师培训啊，教学方法创新，培养适合未来发展的人才等方面。我们引进欧洲先进的人才能力发展生态系统 Capability Ecosystem 教育创新举措，以衢州数字工业学校为基地，共建张山人才能力发展的生态系统。虽然我已经73岁了，但是我暂时还没有考虑什么时候退休。我希望自己为衢州培养出更多出色的人才，留在这里帮助当地的企业发展起来。 I'm in Zhejiang. Where are you?